救过你。听别的瞎扯了，握握手吧。哎呀呀，缘分好，缘分。哎呀妈呀，这都缘分呐，手都瞎冒汗。哎呀，还有外国朋友呢，耶、yeah! ！还外国的啊？我爱你们，能听懂吧？瞅我。长得真潇洒啊！我害怕，这就是东北的老娘们代言人，你知道不？没事，我这人该说我就随和，真的，大伙都往这嘎一坐，给脸一绷。听着，听着，这什么架势？你说我们俩往这嘎一站，把脸一绷，当大过年的跑这嘎看大冤种来了，就乐乐呵呵的，真是的，说大家乐看翻跟头。眼镜哥哥，我给你翻两跟头，我是你。现在你看。我真不是吹哥，你瞧我刚一个手的好像撒谎，注意站那边去，别说话。注意哥，你看我瞅你哥，这算啥？眼镜哥哥，我就为了征服你，我再给你来个正的，瞅瞅，注意瞅瞅，走了。148斤呢，这呀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！不要这样的，整的我都接受不了了，小帅哥，你都给我个机会呀，你真香啊！但你白费心了，死鬼！我这嘎子眼镜哥哥，我这束鲜花就代表我的心意了。哎，谢谢，拿家别我嫂子知道啊。真招风啊！真的，一会儿再给大家唱点大歌。年轻的小孩乐听现在当代走红的，给大家唱点什么？就那叫啥歌来？啊，月亮之上。啊，月亮之上。那歌唱的，你看我给模仿两句说。别说话，没人看你，他们都来看我来了。你去，真事的，我都看出来了。再说，不是上了上说话，这个是不是？我就说，再说话都有内奏。不是我上了这么天，你说我一句话我都没说着。你手里啥呀？那来这都是好几百观众，一千多观众啊，都得。都来看我来了，没人看你。那不可能，那没有看我肥牛的。你咋这么不要那脸呢？看他的鼓掌，我看有几个。有10多个吗？没有，他都撂下了。你看看着。那我不信，他这都来看你来了。就来看我来了，咋的？他就说不来看我，这都有档次的人，这么大个人站在台上，妈呀，那喊一嗓能不给个面子吗？我不信。你真不信？不信。朋友们看我的鼓掌，我看有多少？我不是不让他说话，这场合是烂说话的吗？咱说呀，我去年上大连演出去了，搁海边，我寻思这家没人了，让他说两句话吧。哎呀妈，这可真说话了，往海边一跪，自我陶醉，还整出诗意来了啊！大海呀，我的母亲，这俺涨潮时候啊，一个大浪啪家伙拍出去500多米出去呀，撒腿就跑，敢跑还敢喊呢，快跑吧，后妈又来了，这是。领他出门，哎呀妈呀，那头几年咱们不撒谎，刚进街里那时候，农村孩子、啊、哪见过大世面，没见过大世面，上那大酒店吃饭去，坐电梯，那电梯门一开，瞅里边铺这么厚地毯，你说这家伙没见过，给鞋脱了，袜子扒下，光脚丫上顶站着去了，这老电梯嗖嗖干到18楼，电梯门一开，找鞋找不着了，当时给保安告起来了、我鞋脱着，谁给我拎走个啊？也无可奈何的，对不起先生，你要脱鞋可能搁1楼楼梯口放着呀，现光老脚丫给鞋提了上来了，那酒店大伙都去过，吃饭那都转桌哈，转桌上边有块玻璃，这金鱼大虾上来了，你这山炮玩意儿就像没吃过似的，那家旋风筷子咔咔抡上了、哎、朋友唠嗑那都不听了，给我臊的，你要不让他吃就挺不好的，没招，我心我转下桌，我转桌他瞅我瞪他一眼，他不就是咋回事了吗、哦、我这一转桌，你这家伙提了筷子站起来了，那家围桌跑他们60多圈呀、啊！我说你这干啥呀？他跟我提了，我这不撵菜的吗？哎呀，太没档次了，真是的，原先呢？
人家李毛毛长得我年轻时候没这么胖，这么胖咱们能当演员吗？做个演员最起码身材得注意一下哈。对对，年轻时候杨柳细腰，现在成杨柳牛腰了。哦、不瞒咱们沈阳的父老乡亲说，年轻时候要能给他呀，啊、活子拉的眼镜哥，他给我忽悠到手的呀。有权管一万多人，我寻思官场大了呗。结完婚以后才知道，妈一个单位给一万来人烧开水喝的。行，我也给家长摸摸点歌曲。命由天定，胡思乱想没有用了、啊，就这么回事吧。给大家摸摸点歌曲。嗯呐、啊，刚才说唱点歌曲，唱什么大歌？唱大歌，就说唱现在小孩子乐听的《月亮之上》啊，《月亮之上》那歌不好唱，听他唱那玩意儿，模仿两句，注意。一定笑、啊嗯、我在遥望月亮之上，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。不错，不用拍，不用拍，我就会两句，不用拍，没事，我就会两句，就会两句啊。这歌好模仿，我跟你说，谁的歌最不好模仿？谁的？阿宝的歌、啊、大伙都看过星光大道、啊、星光大道阿宝那歌，一般女的唱那歌你都八进的那嗓音，那嗓子你想模仿也模仿不了，就那山丹丹的花开、啊、我真的我吃嗓子，我跟你说，你看我说话跟哈巴，我嗓子跟你说老高了，有才呀、啊、不一定模仿上去，这是演员呐，别说话，你别说话知道吧、哎、就你模仿两句、嗯，欧了，我要唱啊！欧了，掌声上来就得了吧，还往下唱啥呀？你像个大傻子！我不是说，有朋友我给咱大家去，低了就低了，这玩意跟死鸡似的。咱们爱怪演员，虽说是上这来搞笑来了，你这玩意拿到手还有岁数大的，是不是？叔叔大爷们，你嘎嘎爱怪演员，你咔咔转两下，真是你说眼镜哥哥，中国。现在演员评价都不算什么真正的绝活啊，真正的绝活有没有？有啊，暗算这玩意好人不稀干，赖人真干不了。真正的绝活在哪儿呢？在丽卷。丽卷，你这玩意推能行吗？你咔咔绝活，夸夸